你好，环球邮报的读者们，五三九的会员们，大家好，大家早安。社长以前在美国公司上班，所以说每周的开讲报告、收入支出报告，我都写得很清楚。我们总共这本周中全车中四次，然后另外那个输了四次。但是很多会员只有签全车，大部分会员只有签全车的，我叫恭喜你，那么你就有中一车，因为这是一比四啊。那么另外对于有签两星三星的朋友，我就跟你说声抱歉啊，因为上个礼拜你有中两次的两星啊，你中了好几次的两星，所以现在这时候还赢一些些输。输回了一部分，中三星呢也大概是意思一样，啊，中三星也是输了一部分啊。那么，但是以全车来讲，你还是赢钱的，所以跟着社长签牌去。